系啦，咁啊，咦，见到只手咯，真系有人噶，我哋唔系假噶呢啲，有阿 Rainbow 只手喺度啊。好啦，今日有 Rainbow 啦，同埋嚟自澳门嘅 Vince 啦，好多澳门嘅朋友话唔知点样交到钱，系啊，我都觉得呢件事我哋真系要认真处理一下，因为澳门朋友用唔到 PayPal 啦，一系就用支付宝啦，但系支付宝又唔系人人识用系嘛？系啊，你都用唔到啊？我都唔识用。系啦，所以，我真唔系好知点搞，点样去處理到一啲澳門嘅聽眾朋友啦，咁唯有就你過嚟香港咯，你過嚟香港交貨上嚟嘅時候嚇，咁啊順便支持一下咁樣啦。我哋希望可以盡快處理到啦，或者你托香港嘅朋友啦，好嘛？澳門嘅好啦，我哋要聽下電話先喎。呢位係阿 Kelvin，Hello Kelvin。喂 ，Hello Edmund 好，各位嘉宾好啊。喂，你好啊，系啊，点啊 ？Hello， 大家好。咁咧，我就今日分享一个个案咧，就系、是、我喺学物中嘅道场入面咧，一啲大师姐口述翻俾我听嘅一啲个案啦。咁、就物中师傅咧就斗呢个降头师咯。系点样斗咧？咁我哋學法嗰度咧，就有位師兄咧，我哋嘅就係、是、做醫生嘅，咁佢就中咗呢、這個，即係佢醫中咗降頭啊，咁咧就，咁佢就中咗降頭，咁佢就一個佢係嚟即係翻嚟我哋個道場求助啦。嗯。咁佢咧就点样知道佢系中咗降头咧？咁就系因为佢呢一个女病人咧，咁就呢、這个即系其实成件事咧，即系呢个女病人咧就好中意呢个医生，哦、我哋个师兄。咁、咧就喺马来西亚嗰边咧就请咗个嗰啲降头师咧、就落咗啲唔知乜嘢降爱情降啦，类似系嗰啲啦，应该系啦系啦，都几毒嘅，即系佢嗰个。嗰、那個佢依個女病人咧、就請嗰個降頭師咧，我聽個師姐講話咧都幾犀利嘅，係幾出名嘅，專係落呢啲咩降咧。咁、佢就後屘點發現咧？個醫生就發現，咦？佢慢即係開始慢慢咧夢見嗰個女病人啦。咁就越嚟越頻密啦。咁就甚至乎。晚上都会见到，即系晚上会喺梦入面见到佢啊，咁嗰啲有亲昵嘅，有甜嘢发生啦，系啦，一定啦，系啦，系啦。咁就佢就开始，佢开头以为都系工作忙得滞啦，咁样嗰啲。咁但系后屘咧就觉得唔妥啦，咁就因为越嚟越频密啦，同埋佢系即系成日谂住佢啊咁样啦，咁就。咁佢就有一日翻到嚟咧，就同即系翻到嚟，咁就啲师傅又见到佢咧气色唔系咁妥啊咁样。咁佢讲咗问佢咩事啊，讲咗呢件事出嚟咁样。咁样就知道佢应该系咧就中咗啲降头嗰啲咁嘅嘢啦。咁样就同佢解降头啦。咁就咁我听我师姐讲话，因为我嗰阵时候未入门嘅，咁我师姐口述咧就话，佢哋即系 senior 啲嗰啲师兄师弟咧都有份帮手嘅呢件事，咁就同佢搞，同佢做呢个斗，因为后屘佢真系好辛苦啦，咁就即系咁就因为佢屋企都有坛噶嘛，即系收物种，但系佢屋企嗰个坛嗰块镜咧，东物嗰块镜咧，都裂咗，咁有啲法器咧都有啲，即系喺个本尊像度甩咗出嚟咁样啦。咁犀利，系啊，咁就师傅就带佢翻去睇啦，咁就、就即系同佢睇下先，咁就睇下有几严重啦。咁就因为已经好去到佢后屘发生咗耐，佢都去到好严重噶啦。咁然之后佢就咁师傅呢就搵咗支慰藉金刚柱啦，就同佢加持一下。咁、就挥一挥，咁就跟住念一念，跟住真係佢真係中咗嘢喎。咁佢就呢就
就呕啦，嗯，系咁呕啦，咁就发现佢个口咧就咁扯，系咁扯啲头发出，呕啲头发出嚟啊！吓咁恐怖？系啊，系咁扯，话佢嗰阵时候啲师姐师兄话见到佢咧，嗯，喺度喺个口度扯啲头发，即系好长嘅女人头发咁样啊？咁系啊，又冇讲下啲头发啦咁样。系头发扯嘅扯唔完咯，咁就同佢继续念啲念啲咒啊，咁样为、嗯、即系因为慧积金刚几慢咁样念念念下都即系觉得佢唔系几顶得顺咁样。咁最终点样啦？用系啦，用其他方法咁系同一晚里边最终搞掂咗定点样？唔系都要一段时间噶嘛，即系同佢解，咁就后屘就用。咁佢嘅最听师姐讲话咧，你见到最即系佢个头啊出烟啊，嗯，咁佢个身嗰度咧会即系同佢唔知点解会即系搵到啲搵到啲针出，即系会有啲啲针都有啊，都有嘅，针系啊，我佢咁讲咯，咁就后屘佢哋就同佢做呢个孔雀明王嘅。胡魔啦，因为佢话孔雀明王法咧就可以解呢个降头啊，嗯、解呢啲咁嘅。我听过呢个就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就孔雀明王一到咧，就要佢哋就咩？因为佢话嗰啲降头师咧，唔系你死就亡咁嘅。因为咧，土地话系要以毒攻毒啊。咁点解嗰个孔雀明王会嗱？我以我记得咁讲啦，因为个孔雀明王系会好靓噶嘛，即、就、系、是、孔雀。但系佢点解咁靓？就是、因为佢本身亦都有啲毒嘅，其实都系。要用毒去攻毒啊，而系咁样啦。系因为孔雀明王咧系食毒噶嘛，系啊系啊，同埋佢嘅威力系大至可以护国噶嘛。嗯，咁就佢哋就拣孔雀明王法啦。咁就，但系点知咧，佢哋话呢个时候咧，做紧呢个孔雀明王佢做护魔的时候咧，就开始嚟了啦。就佢就开始仲反而仲犀利，跟住师傅话唔系喎，对方越洋喺马来西亚斗过嚟。OK， 嗱，不如咁样，你简单少少，咁点样咧？最后啦，系啦，咁啊，搞咗几耐咧？我哋想清晰少少，简单啲，精简啲，都搞咗一排啦，搞一排。OK， 咁系咪即系最后呢一个医生当然冇事啦，系嘛？而家你讲翻出嚟就知道冇事。都有啲手尾要跟嘅。哦，咁同埋佢呢个女病人咧，就即系又听讲佢呢个女病人咧，就系城中有一个女艺人嚟噶。你嗱，如果你下一次讲鬼故嘅时候咧，你第一句讲呢一句咧，我哋成件事听落去个感觉系唔一样噶啦，知唔知啊？系咩？系啊。只要你下一次你将最重点讲出嚟，我哋将成件事嗰、哦那个听法系争好远。那個、女艺人开唔开得命啊？哇，梗唔得啦！你想我死啊？你真系啊！你真系啊！我当然好想知道，不如你话俾出边嘅同事听啊！我话俾出边嘅同事，我 OK 嘅。喂，嗱，咪住嗱，你真系要话俾我哋知呢一个女病人嗱，你话城中嘅艺人啊？佢哋有冇睇过先知道系边个先？定系传出嚟嘅啫？定系点啊？唔系传出嚟嘅，我哋个医生嘅师兄讲翻出嚟。即系个受害人自己讲嘅系嘛？系啊。哇！因为呢个好听咯。因为呢个医生都几靓仔嘅，咁佢又可能佢中意咗佢啦，咁样即系其实系咯咁样。咁呢件事发生喺几时嘅咧？我啲师姐 senior 啲嘅，即系大概几年？应该都有四五年啦。哦，四五年就唔系好长嘅时间嘅啫。哇，都长嘅。我真系好想知道，大家都好想知道。嗯，好啦，你不如即刻 hold 咗个电话先，好嘛？嚟，阿 Eric 帮我 hold 住。我 hold 住个电话。系啦，你 hold 住个电话先。系啦，系啦。哇，你一讲到呢啲就够 juicy 啦嘛，系咪先？大家好八卦噶啦，啱啱先嗬？嗯，系啦，咁又唔应该咁做嘅，讲真的，就算好靓仔都唔应该攞人嘅降头啊，嗬？嗯，有啲不择手段系咁噶啦，一时蒙蔽啩。都系，或者我真系知道得唔到你嘅，咁但系
又識下呢啲嘢咁樣嚇，當玩下咁樣睇得唔得咯？我又聽過人哋俗語話啊嘛，唔理好醜係嘛，最緊要係就手喎。或者即係食咗一嘢先算咯，係咪先？咪玩咗食咗嘢咪 OK 咯咁樣，了咗個心願係咪先？嗯。嗱，即係話呢個女嗱，如果我咁講，佢咁講啦，呢、這個女藝人咧就應該識得一啲嗰啲邪法上面嘅嘢，馬來西亞師傅，唔知佢係咪呢嗰度嘅人咧？Eric 得個答案㗎啦嘛，已經係。你有冇答案呀？頂，咁又係知嘅。頂，咁我應該會知㗎，係咪？唉，咁算啦，當古仔聽下先啊。好啦，阿 Kelvin。咁啊，記住啊，我而家等緊你嘅答案，你唔好開空頭支票啊！好啦，翻嚟現場先，咁啊有翻兩位啊嘉賓啦 ，Rainbow 啦，同埋啊 Vince 啦。喂，頭先你話講筷子機，嗯，嚇、啊、筷子機仲勁啊？以前勁，依家即係起曬高樓大廈，冇咁係嘛？係啊，冇曬噶啦，基本上你想揾都揾唔到。好、啊，你遇過啲咩咧？喺筷子機啊？以前我都是在筷子機那裡住的、嗯啊、其實那間屋裡面、就是、我不知道是因為本身我自己體質問題、啊嗯、還是怎樣就很容易惹到那些東西的、嗯、譬如被人掹被、啊、摸腳、啊是啊就是、大概那些都會是會遇到的基本東西就會出現的那些是啊是啊是 啊, 啊有沒有你說中驚嚇的是發生過什麼事呢其實主要都是想講翻一單咧、嗯，我即係都細細個嗰陣時讀緊中學嗰陣時，係咁嗰陣時得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啦，咁樣咁啊瞓瞓下，咁啊突然之間係成個人喐唔到噶，嗯，係啊，咁跟住係去到大概應該五點鐘左右啦，咁樣、嗯，因為其實自己都想醒，嗯、但係有。都是那些啦，例牌嘢啦，又是被鬼砸那些咁樣啦。係啊，咁就但係我是開到眼嘅。嗯，當我一開眼嗰陣時，唔開又只可，一開嘅話咧，就見到起碼有成七八個企咗喺我床邊。唔犀利。係啊。圍住。係，但係佢哋講緊嘢嘅喎。佢哋互相之間講嘢。係啊，但係我係聽唔到嘅。即係討論緊啲嘢咁啊！佢哋。係啊。但其實點解我會 feel 到咧？其實開頭嗰陣時佢係我 feel 到有人掹我張被，嗯，然之後又摸我對腳，嗯，咁當時我已經唔喐得噶啦嘛，咁我跟住之後我就同我即係因為我又開唔到聲噶啦咁樣，咁我就心裏面同佢講，我話你哋唔好再搞我啦咁樣咯。但係咧最恐怖嘅咧就係佢哋係。不聽我講嘢，仲要變本加厲咯！即係佢哋係仲要將我，即係我係 feel 到佢係將我成個人係升高咯，係啊，升起，全部幾個咁樣一齊夾手夾腳，升高你啊，可唔可以咁？可以咁樣講，嗯，係啊，升高咗之後咧，劈啪又放翻落嚟。即是啊，升高了之後咁啊，好似即係佢又唔會話咩嘅，係慢慢放翻我落張牀嗰度咯。哦系啊，咁当时系得你一个喺屋企，得我一个。嗯，咁呢间屋有冇嘢嘅咧？还是系周围个环境令到呢件事会发生？你觉得？因为其实就算因为其实唔止我一个人见到嘅，嗯，我妈咪嗰啲都见到嘅，嗯，就算我堂家姐嗰啲上嚟瞓啊，都会听到啊，系啊，听到有声啊，即系都系唐楼嚟噶，唔系。都是那些那陣時住那些都是算是新樓新樓是、啊、新樓搬入去的但你就很近海的可以這樣說是啊是啊是啊、哦、是不是真的很多時候會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偷渡啊還是為什麼會浸死呢 在個海面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那個筷子機那個位置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多這些東西呢又其實我即是我聽回我婆婆那時候這樣說因為我媽咪我婆婆那些都是很小個已經住在筷子機那她就說就是有啲屍體咧，就係嗰啲 B B 啊，嗰啲咁樣，尤其是女 B B 咁樣啦。咁啊，通常都係會喺大陸嗰邊、灣仔嗰邊咁樣漂落嚟噶。哦，係啊，同埋會有好多人走去跳海咯，自殺咯。你頭先強調話，即係女性嘅 B B， 即係可能佢哋生咗，因為一孩政策嗰啲唔知咩嘛，係咪啊？一生女嘅就唔要啦，咁樣。係啊，係啊，係啊。就唔係咁慘啊嘛。
咁其實我嗰陣時都係聽我婆婆咁樣講嘅啫。咁但係你話喺筷子機嗰個海皮嗰度，其實以前都成日都有好多浮屍嘅。我好細個都已經成日見㗎。我睇過啲新聞都係㗎。係啊係啊，真係有呢啲。近年都有嘅，其實都係係咪啦？上個幾月啊，好似都有㗎。先是有人跳海咯，我記得係嘛？係啊。咦，其實你有另一位澳門人喎。上个礼拜见到佢个系咪啊？阿 Win 喎，系咪啊？啊，阿 Win。系啊。哦，喂 ，Hello， 阿 Win。你好。系啊，嗱，仲有 Rainbow 啦，同埋都系澳门嘅阿 Vince 啦。Hello Rainbow Vince。Hello，Hello， 你好。点啊？你想回应啲咩啊？补充啲乜嘢？冇啊，嗰日同你哋去炮竹厂咧，其实都有少少感觉噶。系咯，你讲咗。因为系啊，都见到有啲白色嘅影啊。系咯。但系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咧？我去完。跑足厂之后咧，住咗几日医院。吓，系咩事先？医院咩事先？但系系完全 check 唔到咩事，但系我系抽，我系抽筋晕喺条街度晕咗。嗱，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你同我哋去所谓灵探之前，你自己都住咗几日医院，都系咁样，会唔会系本身嗰件事未完啊？会唔会系咁样啊？唔会咯，因为 check 咗脑，照咗脑都话冇事。哦，吓、啊、医生都话冇事，就开药俾我走。哦，咁但系又发生，都系又发生，又重新系再入个医院咯。哦、喂，咁你小心啲、哦。嗱，第一，我真系觉得呢个系真系自己健康上面，你再 check 多认真几次，揾唔同嘅医生或者咁样。是吧已经不同医生了。OK， 咁你心死？所以觉得那度都有少少感觉噶。嗯，即系你怀疑是有撞到嘢啊？见到嘢咯，未必一定是撞到嘢嘅。嗯 ，OK， 喂，嗱咁样啦，如果你真的觉得呢件事系同啲灵异嘢有关嘅，咁我希望可以帮你问一下啲高龄人士，因为我哋始终都去过一个地方。咁我又唔想你真係有咩事係咪？當少少一啲科粒嘅嘢啦，你話俾我知係咪需要，好冇？好啊，好啊。OK， 好啦。OK， 唔該曬，好，拜拜。歡迎你下次再過嚟探靈。我唔會同你去噶啦，咁樣我好驚，我驚有驚有責任啊！你就突然咁暈倒，我點算啊？你知道我扶唔起你噶。咁又系，咁好啦，多谢电话先。唔该晒，拜拜。好，拜拜。喂，如果澳门咧，仲有冇灵验探地方啊？我哋揾嚟揾去都冇啦，已经。我哋觉得好惨啊。其实真系都好少。系啦，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嘅真系，搞唔掂啦，冇啦，已经系。不过我之前都有听过就系喺爱都酒店。在后面，但是正确位置我要问我朋友才知道。他说之前即是十几年前、就因为是那个朋友的阿哥入过去的，那他就说入去那段时候就他说入面会有件红色的三卦在那里，还有会有不知道有本书还是怎样的。外都都没了，已经开始。即是外都酒店的附近。哦、附近。是啊。因为外都好像说拆的了嘛，已经是。应该是。是啦，我们好再入过去一次这样。是啊。好啦，今晚呢免費時段咧即將結束，但係我想喺結束之前咧，大家一齊聽兩分鐘嘢好嘛？一齊聽兩分鐘嘢，我試下播兩分鐘嘢出嚟嘅時候咧，睇下今晚大家瞓覺嘅時候有冇嘢會發生。我想做一個實驗啫，好嘛？因為咧我哋轉頭咧就會講解一下呢啲念佛機嘅嘢噶啦，咁不如我哋一齊聽兩分鐘好嘛？好嘛？兩分鐘，我哋翻嚟再見啦。兩分鐘一齊嚟啊！好，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Yeah.
多波耶摩诃萨多波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萨本乃梵提苏丹乃丹谢南无悉皆利多依摩诃利耶波罗揭谛瑟婆乃林多波南无那哇！啲朋友话：哎呀，我即刻转台啊，咁样佢哋话嗱，呢一个咧就系所谓啲念佛机里边嘅大悲咒嚟嘅。你哋有冇开噶屋企？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噶？冇，我绝对冇。唔敢啊！嗯 ，OK， 阿 Vince 咧，我冇噶，都冇啊！系啦，咁你哋觉得应唔应该屋企成日播念佛机呢啲嘢？我觉得唔应该咯。点解咧？因为众生的朋友他们会来听经、嗯嗯、其实好假照计是不是、如果你不怕这件事坐满你一屋都是那你就开咯是、啊是啊、真的好了但是很多人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件善事回向给众生不停就又在家播啦、嗯、我们就最近又听到还有人说呢播这念佛机话会怎样帮助横财啊，唔知横财定系正财啦，总之生财。琴晚听到 case 会咁样，唉，我真系第一次听啦。好啦，一阵间翻嚟之后，恐怖多一点，我哋当一个冷知识听，揾到一位喺呢方面嘅专业嘅人士啦吓，会同你讲解究竟佢哋都认为应唔应该播咧吓，或者播系播啲乜嘢咧吓咁。好啦，收费时段就会听得到啦。如果你都想听埋落去，就随时可以咧上翻我哋 mnpoint.com 啦，透过你嘅 credit card 用 PayPal 方法去付款，系即刻可以开通噶。另外喺我哋嘅手机 app 就叫 Big Big Air 咁样，你可以 download 咗之后咧，购买 cons 亦都可以即刻系开通去听得到嘅。我希望啲朋友。就如果未 download 嘅，快 download 先啦，因為好似話遲啲有啲優惠、有啲著數咧，送 cons 出嚟，聽好似係咁樣喎，送啲出嚟咁樣喎。好啦，咁啊，如果你都想即刻開通或者唔知咩方法都好啦嚇，想同我哋同事聯絡啦，打呢個電話啦，9884499，專人即刻可以教到你噶。好啦，收費時段再見。潘少聰，恐怖再現。